好，比赛已经开始，地图又来到了安特奇姆要塞。哎，是不是这轮的地图第一张都是安特奇姆要塞？嗯，怎么都是安特奇姆要塞？这神族运气有点好啊，每次上来第一场就等于打一张赢一半的图，感觉有点猛啊。 哎，我又卡住了，太不靠谱了，严重呼唤国际精品色回归啊！要一上来，范太子第一手天元，野死神也在地图中间啊，他赌对手裸双，我就看到这个画面啊，其他的还在定住中。看到小地图上中间有一个蓝点啊。 哎，缪斯克是正常兵营开，我已经看到了。那这个野死神比较邪，啊，比较邪，没什么用。从这个地方走过去，走到对手家里面，跟居住空间站的距离是差不多的，没什么用。我再连一下啊，换条线。 好，死神过来，死神过来搞一下，但是魔剑合一已经出来了，这个没什么用啊。范太子家里面这什么，先补两个兵营，他把对手用 VS 搞他吗？这么虚啊？有可能，因为如果他不补这个兵营的话，他在外面这个兵营也没办法挂双倍，对吧？万一对手出了先知，这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。 必须要在家里面赶快补第二个兵，好像是解决了一个死神，第二个死神在这边等回去，他现在就想看看对手的科技。好，看到这个农民了，知道对手开矿啊，心里是心中一安，这很重要。至少对手啊知道对手不是第一时间走的 VS， 因为如果 emotion 这个时候狠一点，先把 VS 放了，对吧？范太子你怎么防？你开不开这个矿？
哎呀，还是很卡。反正在目前来讲呢，神族的运营啊是应该是占一个优势的。VRVC范戴斯，我们看到还是在全力的防对手先知啊，他好虚这个先知啊，各种放防空啊。他其实这个打法最怕就是对手先知飞进来，你枪兵数量确实太少了。范戴斯现在全力在防守啊，我这个真的太卡了，我到现在看到都是马赛克啊。哎呀，其实我是不想看官方这个流的，没法调清晰度啊。Emotion 在出巨象，然后范戴子这边开启 3DD 强行空投，这投了什么？两枪兵一颗雷，这打不到什么东西吧？炸了一个叉，外面各种游走，这波兵游走连运输机都没有，太惨了。出来走一遭，对吧？连个妹子都没有，你为何如此惨？Emotion 现在反而是打得比较保守，巨象都出来了还不三开，他怎么会这么虚啊？这个时候前期其实他运营应该还是有优势的。我们看到打到这个时间点啊，当人族有两个运输机的时候，神族都已经有两个巨象了，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是神族运营有优势啊，直接三开根本就没压力。就算你范戴子想打折射流一波，其实理论上也是不成立的。喂，什么情况啊？我回来看到还是这张图，我以为还在勾。没有没有没有啊、刚才 Musk 已经两胜出现了。小李中了他的那个凤翼天翔。真中了。嗯。他勾了吗？勾了，但勾的小李有点二，就是一般像那种转型，不是就是跟神族正面拼完一波，然后转一大波飞龙吗？啊。他还没跟神族换，先把自己的大龙送了，送完了以后转了一波飞龙出来，又被 Musk 发现了。Musk 出了十几个凤凰，把他给截了。我刚才我不是进门的时候，我看到还是这张图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想啊，还在勾，不至于吧？你是出去吃饭了是吧？对呀。我好卡，你先说着吧。我这边卡不行。现在太子。零比零刚开始对吧？
对，太子这场我跟你介绍，他上来野了个兵营在中间，野死装，想赌对手裸双，结果对手是兵营开，结果他开局就亏大了。哦，那这个形式上好像感觉还没裂，没怎么裂嘛，形式上有优势啊，你有这感觉吗？刚才我看他 A 了一波，把别人 A 走了。我因为卡着我没看到。嗯，他 A 了一波，别人回城跑了。他而且人口他领先，他领先30多人口。好，这边是空投啊，两线的一个空投，我们看到四川兵啊，四川兵，太子这边四川兵直接投下去，有反馈吗 ？MC 没有反馈，哎呀，地雷把农民炸光了。我发现太子现在空投都带地雷的嘛，而且是不管的，直接炸农民，炸完就点基地。正面又要捅了，我们看到正面要捅了，基地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基地没点掉，太子可能要装兵再投，他要把基地打掉。但这边这个基地 ，Emotion 会下重兵把守啊，重兵把守。整个形式上来说啊，太子通过这两次进攻之后啊。还是扰乱了 MC 的经济，但是说实话这场比赛 MC 还是有机会赢的。好，再投，强行要投基地， MC 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，投基地了，强行投四个光头点掉，漂亮。那这样的话 MC 不得不打了，太子正面其实有点虚的， MC 四个巨像，然后正面要打，看这个天坑能不能坑死他。太子已经发现了对手的部队很多，172人口，强吃太子呀，要太子现在只能只能往回跑。哦，家里面还在断对手水晶，不知道能不能断掉啊，没断掉。正面太子这边甩是什么意思？这边不能打呀，只能在天梯上，只能在这个天坑里面打，然后可能还要拖农民，不拖农民可能要被打死。现在围巾集中到一起，利用这个坑 Ghost 准备好直接打白球，有一波 ghost， 哎，这个从这里走，哎呀，这个天坑不错哦，打掉了魔剑核心，太子两个基地在前面顶着，两个行星要塞顶着，就等对手冲 ，MC 不敢冲，这冲就死啊，冲就死 ，EMP 打完白球就废了，然后有那么多的围巾，瞬间可以清掉巨像，过不了这个坑，现在太子并没有清掉这个叮当，如果清掉这个叮当的话就好弄了。MC 压住之后啊，自己没有办法，只能运营了。哎呀，我感觉吃了饭之后精神都来了。你吃什么东西啊？出去，出去吃了个新疆人的饭，就是吃了个什么孜然羊肉饭，外加五串羊肉串，还吃了个新疆大饼。哪尼新疆大饼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呀，就反正那个新疆人在门口在那里又烤饼又搞那个，就他来了个饼嘛，把羊肉串裹在里面给你包起来，好大。主要是我估计有点饿，因为我中午我没吃什么东西，中午我起来之后我去吃了个面包，有点饿你知道吗？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就有点，就刚才的时候特别饿，没什么体力了，然后出去吃了，喝了口水，吃了饭回来，感觉神清气爽，感觉是个人好。刚才确实是不像人了，已经。好，太子发起一波进攻啊！太子操作不错 ，EMP， 哎呀，这些白球被打成马了，被 EMP。不过叉子还在，围巾全部点掉了。我们看点白球啊，有三个红血的白球，太子为什么不点？压力很大吗？好，终于甩掉了白球，甩掉了这三个白球，不甩掉就亏大了。
这个由于他前面两个行星在顶着，所以说这个 emotion 还不好冲。太子又是一团游走的兵，很这个大局观不错，一团游走的兵就在外面走着，你又拿他没办法。哦，只有一个行星要塞，我还以为两个行星要塞，不过一个也够了，一个也够了，就在这个位置慢慢耗，拖农民。这边卡着白球 ，EMP 不够了，现在两个人互偷啊，互偷。这，刚才维京在好像点了自己的基地。好，这边太子是甩掉了对方的白球，已经没有威力，已经没有威力了，对方只有追猎，追猎是在打残局的时候是个废物。太子居然这也能赢，猛不猛？这是不是实力碾压？这样你看不起太子，太子是有实力的。可见 emotion 有多菜，打鸡都打不过。emotion 被 MVP 一拳就打死了好吗？哎，压力很大吗？有观众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瘦下来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也没想过要瘦。为什么要瘦啊？是呀。瘦了有什么好吗？如果瘦了能找到女朋友，你瘦不瘦？那还瘦吧。哎呀，我这个年纪瘦不瘦找女朋友没有任何关系的，我这个年纪只在乎包里面有多少毛爷爷好吗？对不对？不完全是的，其实也不完全。没有，这是个临界点。不，我跟你说不是的。你毛爷爷只要达到合格的数值，然后接下来就长得帅，可以有效节省你的毛爷爷。不，毛爷爷只要你到了一个临界点啊，长得帅不帅已经不重要了。临界点的呀。是呀，但是我说嘛，我说理论呀，我们现在在讲理论知识啊。理论知识，我告诉你，你只要长得帅，你不但不需要毛爷爷，还有人倒贴钱给你，你信吗？那不是变成吃软饭的了？我靠。是啊，你本来就是。我也没想过的，很惨的嘛，这种现在就是在吃软饭好不好？你不就靠着你老公张浩瀚吗？我靠，我什么时候靠过他了？老子自生自灭的好吗？是吗？而且他也不是我老公啊。啊、嗯、对不对？哥是靠自己自力更生的、嗯、我每个月还交房租给他的好吗？嗯，人情债肉来偿。什么肉来偿啊？我靠实力赢回来的好吗？而且这两个月我还没赢到他钱，我还输了，我把上两个月的房租都输给他了。妈，我现在欠他2000多块钱好吗？你的房租一个月多少钱？1000块啊。1000块钱在上海租这样的一个房子，你觉得租得到吗？干嘛？1000块不是钱呢、啊、1000块是钱呀、啊、而且现在我倒欠他2000多好不好？好了，这边墙顶了 emotion 这边空投，好像有空投闪电。哎呀，太子你不会这样输了吧？EMP 啊，倒是打中了 ，EMP 还在 ，Ghost 的全部还在 ，Ghost 的在，赶快解决掉巨象，解决掉巨象，这场比赛就能赢。M 星现在在刷兵，下面有一个大的行星要塞啊，这个行星要塞还是可以的，还可以的。啊，赢了，还是赢了。太子刚才是有点抖啊，硬吃四把闪电，直接啊，1-0。有观众问，软饭给你吃你吃不吃？那你给我吃吗？我也可以吃的呀。